168，待命。两个都抖都就不怕抖错，对啊，好主意耶，两个抖一下。对，哇，哦，超多免疫，可是他就是没有其他效果，就只有免疫而已。嗯，假发，有人要吗？我不要。刷子，仓管。要下去拿专注祭坛吗？对啊，那我要去拿祭坛吗？还是要去？那我们是要回去。反正下一个海浪还没来嘛。对啊。那我们右边顺便绕一绕，再绕下去吧。你说我直接往右走，然后再往下走吗？对啊，把那个群浪人群岛全部探一探。行，我没体力了。下一个。体课题啊。课题题很贵啊。怎么那么衰啊？哎呦，收集跳舞宝箱，什么东西啊？200块啊？直接拿了？嗯，你就直接拿起来，因为那是你捡到的。看一下你的。哦，下降好像没有 T 耶，没有建设，对，没有 T， 那这还好。你先去收草子吧。哦。力量可是我没有力量人，只有音乐啊，给他转。我可以转型成力量啊。哦、oh, 啊，好像有点猛。感谢棒棒糖，感谢薯条，感谢薯条。这款游戏看起来像桌游，就很桌游啊。哎呦，哎呦 ，boss 啊 ，boss 啊，哎呦，哦，为什么？啊，又是一个菜市场。哎，下一个，下一个才，下一个灾厄，打最旁边，直接打啦，直接扁他。嗨，嗨，他长在海上哦。天哪！来来来，哎我那就直接踢他，一直踢到死啦。好。这个。一只的 boss 就最简单啦、啊，直接踢到死就好了。来来来来来，回复。啊，我跟那个哈基借了那个猫儿椅子，嗯，所以你们看到我的猫儿那个是跟哈基借的。嗯。哦。成功率变好低哦，因为越等打嘛。好像会降低吗？我觉得应该是运气吧。不知道哎、欸。因为我按两个是80几%，我现在按两个只有70几%。啊？那可能是越等也有差吧。不知道哎、欸，可是我看到我对面的他是不是没变的？不知道。啊，我敏捷变低了。你敏捷变低了？对啊。你上次有装备熔掉还是什么吗？咦、我不是你啊。不是，是我熔掉。实在，没穿刺打不懂，对啊。嗯，没关系啦，一只而已，就慢慢磨死它就好了。嗯。最大生命哦，免晕呢、欸？免晕好像不才能呢、啊。你要吗？不要。嗯，我要才能的东西。免疫晕眩。嗯。对愚人节没兴趣吗？愚人节要干嘛？玩游戏而已啊。什么是愚人节？怎么要干嘛？干嘛愚人节啊？我们愚人节是过愚人节，真的是太幼稚了。还是要开台啊？对啊。愚人节骗人家是太幼稚了，真的太幼稚。真的，到底是谁啊？怎么是在愚人节骗人？真的是。对啊。现在愚人节告白啊，那都是对啊，嗯，对啊，那都是假的。啊！我要意识的武器。我是拿敏捷的。不过就连愚人节也没人告白的话，那你应该是真的没人喜欢了。
对啊，很难过哎、欸，超难过的。背景有人讲英文正常吗？不正常，我刚刚在听别人的台，不好意思。哦，烦死了！我在看宇宙冒险的台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是我现在才有提醒我。要去开那个海怪吗？还是最后 boss？ 我们现在也是可以打，只是哎、欸，可以吗？不是啊，海怪，所以不用去摸哈、嗯。海怪，你说海怪灯吗？对啊。哦，这个、啊、要摸一下好了。虽然我们上次有遇过海怪吗？有啊，我把海怪打爆啦、啊。那是跟上一场啦，这一场好像还没遇到。这场还没有啦。环境还没跟我们一起遇到海怪吗？强风，要不要去海洞顺便打一下？哪里有海洞？这里底下一点而已。好啊，我想说上面把这灯点一点。好，看这边好像还有路。哎、欸，这好多灯哦，怎么沿路都有灯啊？哇，这边啊。感谢，刚是什么？感谢会员。我要冲下去了，有夜市，有夜市，白天了，来不及了，嗯，可以啦，如果我都要过去的话，我应该来得及。你看你们买什么，跟我讲。好，好，双层纯牛，船会先爆，什么意思？船不会爆啊，在海洞里面打架不会坏到船啊。对啊，今天被骗很多次，不要欺负人。嗯，代表你有很多朋友嘛？对啊，对啊，这样才是好事啊！啊，我要干嘛？打他？你可以打他。哦，因为怎么打不死他、啊？还四等呢、欸！哎，戳我，戳我，戳我！哎呀，他打到我了！打我，打我，打我！哎呀，哦、为什么要躲？哎你想让他自己把自己弄死吗？对啊，我以为他会烧欸，那就直接走了。哈，修，对，直接烧死了。收起来，快，智力加三，给我。啊、你把它收起来了，我应该还是可以给，还是可以给他。隐约哈，哎呦，不小心嘛，哎、真的是哈、欸。看一下，哇，居然还是穿上去的 ，what the？ 哦，没关系啊，你就穿着好，我智力加四的，算了。哎、欸，我等下拿去卖。骗人，你这样不行哦。我等下拿去卖啊。哦，你这样子骗人，你怎么变这样子了啦？你怎么面硬糖有点黑啊？你怎么了？这个不是有点黑，是整个黑了啦。我、哦、最近就是运气差，已经变成这样子啦、啊，没办法啊。啊，多少？五十对三，七十。哎呦，我会吃装备的螃蟹。哦，对哦，螃蟹，先把它弄死了，先把它弄死。对啊，没事。好，中间不会烧。那先把你弄死。那我就把盗贼给弄死。哎，等一下。繁星没有专注，补一下。嗯，好，我补一下专注。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！啊，怎么没有偷到啊？哎呀！哎呀！会不会啊？不会呀、啊！真的是。啊，你的魔法好高哦！那我还是把你重置好了。哇，我魔
法好低哦。揍他！哎，十四滴。看到名字错误，那可能是 Nono 显示错误吧？这个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对啊，我一直都叫是允月啊。对啊，错误。我这台这边本来就叫哈记啊，没错啊。嗯，没错啊，你要走错台啊。来，哈自己笑一下你的招牌声音。啊？啊？什么东西？来笑一下你的招牌声音。哈记，你今天是喉咙有点怪怪的、啊，声音喉咙有点不舒服啊，是感冒了，感冒了，感冒了。对啊，最近天气变冷了。呀、yeah. 哦，哦哦，盗贼哟！哦，你会不会啊？怎么是用戳的？他家是想留中间那只盗贼的意思吗？那就看自己平静吧。休息啊！好啦，那就我们来下个雨，我来帮你水浇洗。哎、欸，哇！哈记在补汤啊，哈记哦。哎，我要搞灭火啊！这样子很危险。对呀、啊，你这样不行，这样不行。人家用火技能，你用水技能。啊，死了！这什么？哦，智力鞋，我要。可是我现在好像更好。算了，有就拿，收起来。哎呦，为什么都力量的啦？走错台没有走错啊，这也是哈记台啊，没错 啊。今天大家怎么一直以为自己走错台啊？没有啊，没错 啊。今天大家都怪怪的，大家是都感冒了，那个天气变化大，注意身体啊。真的。中乳实陷阱。马啾。马啾。马啾谁比较高？马啾我64。市长比较高。市长。也市长的。哈记跟允月感情不好啊？对啊，谁叫哈记长那么帅？对啊，谁叫允月长那么可爱？啊！感谢猫卡，你怎么丢哈记的牛排过来嘞？感谢感谢，加格力。哇！你们都是100一个牛排，100牛排在丢的、哦。哇！感谢感谢感谢！你们珍珠恢复全部专注。允月，你现在东西怎么这么少啊？这给你，这给你的啊！好好好好好好好！真的是啊，这个也给你，这个也给你，这个、给你。好好好好好。哦，免破坏。专免冻免烧，对啊，哇！感谢菲亚斯99个滑倒，哇，好好，哇！感谢雅斯，感谢。那我这先收起来。这是什么？海盗大衣。感谢天龙，感谢。才能。感谢一堆牛排，你怎么在丢哈记牛排啦？哎呦，哎呦，你怎么都在这样子啊？丢错东西了吧？对呀、啊。你们怎么都丢哈记牛排啊？哈记，你那有加才能的衣服吗？不要的，不要的才能衣服啊！我这边啊、有一个加2，好啊，可以。我现在是扣4啊！哇，你扣太多了吧？对啊，哈记啊 ，yes， 感谢东风的87。你才87啦，而且你怎么从雨院台偷渡过来的？哎呀，不能偷渡！你们今天都是偷渡礼物，这样子不好啦。哇，附魔板甲、欸，15护甲8魔抗，你没有什么啊？看看，等一下。哦，我这个护甲感觉有点厉害、欸。等一下那个雷鸣弓有破吗？
没有吧？没有，有麻痹。嗯。猫，这猫一百八哎。鹦鹉有老乱子音，这个要换。走路是换这个，打架是换这个啊。一直忘记。队伍闪避加25%。感谢滑倒，感谢八七。其他好像还好，永久魔抗这个有点贵、欸。嗯，嘲讽敌人，一减三。我有治愈的，我有治愈跟恢复专注，好像都还好。嗯、你帮我买那个弓好了。你要那个弓吗？对啊，我现在其实眼睛很高。妈的！给你！哇塞，999！感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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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！感谢雅思大手笔！哇！雅思在那边！哇！哇！感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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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！刷礼物喽！哇！你们的大量刷礼物，感谢！感谢八七，感谢八七！永远都是八七，你才八七，他仅最八七。你上船啦，走了啦。哇，感谢感谢雅思今天给那么多八七火箭，这是什么？哦，小精灵哦，大怪怪而已。哇，感谢感谢，不知道去哪专注。可以的，可以的，你们可以的，你们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哦，那上面那两个没有探到，上面这边呢、啊？啊，对不起，我、哦、上去看一下。好，找一步。啊，得到了，安在那边，在这里。哎呦，要求还好，还好有回来哦，那就打了，接打了，走进去了。好喂，六等而已，单了、啊。哦，感谢你们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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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停的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